大家好，我是袁仁。这个第一次听到嘉威的歌声的时候，我觉得实在是无敌了。这个煎熬这个歌我非常的喜爱，自己也上了 YouTube， 然后点播了好几次。我觉得没有听到嘉威的新歌，这绝对会是观众朋友们的一个损失。加油，嘉威，我爱你。新一天。